是，我先问你，你几号到期啊？怎么他还不知道？你啥时候到期？你不知道？那给我讲故事呢？啊，你不知道你啥时候到期？我以为你睡醒了，你不是在接，不是在家。小的也疼吗？这几个，我要往身上拿几个。就第二个应该是，别的都没事。